现在呢，我们又来到了那个绳子瑜伽 Kundalini Raja 的那个练习的现场。我们现在呢是在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印度的班加罗尔。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湿婆的转世，是在世阿凡达。现在呢，大家刚才练习的呢是爬上绳子的这个动作，所有人都想记录自己的那个成长的经历。我们老师 ，yes， Prasida 是我们老师，是我们尼西亚南达大师钦点的绳瑜伽的老师。刚才他问我啊，我的头发怎么样？你是 live 吗？你是现场吗？我说没有，我是录播。他说哦，好。大家知道那个 Prasida 跟 Drida 的那个很浪漫的那个故事，就是刚才我们的柱子瑜伽的老师呢是 Drida， 然后他是加拿大的冰球专业的选手，然后呢，然后 Prasida 呢是他们两个是在大师的那个 Inner Awakening 那个21天的项目见到的，然后一见钟情，然后后来两个人都挣扎说我要出家吗？我要出家吗？然后就两个人都分别去找那个 Kalabalava 做那个阿卡西阅读。啊，这个女孩好厉害。啊，然后呢，因为他们做阿卡西阅读的时候都没跟对方讲，就是两个人都是自己去的，偷偷去的。结果呢，Kalabalava 就分别跟这两个人都说了一样的话，说你们到大榕树下坐着就自然有答案。然后呢，没想到就是 Drida 说他到了大榕树下就看到了 Prasida 坐在那儿，然后就知道了这个神给他们的指示是让他们俩，终结眷属，非常的浪漫完美的一个故事。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，然后现在在大师这儿呢，被大师钦点的一个是柱子瑜伽的老师，一个是绳子瑜伽的老师，非常浪漫的故事。现在大家都在爬，我那个先暂停一下，等一会儿他们在做其他的动作的时候呢，再给大家录。其实这个爬绳也很难的，因为这个脚夹在这个绳子上的那个重量呢，它那个摩擦其实是很会痛的。哇，好厉害这个！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这个看起来很轻，其实这个真的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。它看起来做那么轻，就给大家一个幻觉。好，看起来好简单啊！哇，好厉害！这个我现在如果爬能爬两三步吧，然后他就全都上去了。我觉得这个女孩的这个身形也是非常适合，跟 Prasida 比较像，两个人都是瘦高条。厉害厉害！我现在先暂停一下。哇，这个人在练上臂。现在我们的唯一的男学员在给大家展示，啊，他转过去了这个身体，啊，让他再转回来。我们这一班大概是，哎，这一期好像是十几个学员吧，只有一个男同学。我们这儿需要招更多的男性的瑜伽老师。是一个新的动作，然后就绳子太紧了，然后就下来重新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学员。那现在是要做转身的那个动作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上来了上来了，然后倒吊的那个 Trigunasana。这个是我之前最恐惧的一个动作，然后有了一个突破，然后之后就再也不怕了。哎，没做成功。
然后看下一个是会是谁来。Anyone? I'm still shooting. Please fill the time. Ah, okay. 他们说他们累了。Yes. 现在 Sonia 上阵了。刚才在柱子上面大练特练。哇，厉害！哇 ，It's correct, it's right. 啊，不对，原来是要从里面进。OK， 我看的是看，啊，现在是对的啊。OK OK。哇，厉害！喂。很好，很厉害。现在是要上去，他要做那个上去盘腿的那个动作，这个要用上肢呢，上身胳膊把自己的身体重量给拽起来。嗯，啊，他下来了。Sonia, do you want to speak something more about rope yoga? Yeah. 好的，我问 Sonia 要不要跟大家再讲讲 rope yoga. Just now I did the rope. 我们对 rope yoga, call it. 他说他做了那个绳瑜伽。I feel my whole kundalini, my whole seven chakras. 啊，七个脉轮还有贡达里尼都在醒来。And I feel so good. And感觉非常好，有一些东西从身体里出去了。What is the difference when you do the practice Kundalini Raju and Shivastamba? 我问他这两个瑜伽的区别有什么。Basically, I feel on that. 他说呢，在这个柱子瑜伽啊，他觉得自己很男性啊，雄性能量啊，觉得很强。啊，这个绳子瑜伽就觉得自己像这就是女性的能量，然后还有那个七个脉轮的，都就是空大力你冲起来这样。Thank you so much, you're awesome. Thank you, Nityananda.